美俄对德拉战事或已达成协议，该地反政府武装前途堪忧。作者：蓝顺正，首发自前哨午报。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的消息，自近一年前促成在叙利亚南部停火以来，俄罗斯6月23日夜间首次轰炸了由叛军控制的叙南部地区德拉省的城镇。该组织负责人拉米阿卜杜勒拉赫曼说，自去年在叙利亚南部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俄军首次密集空袭了德拉省东部农村地区的城镇。而据路透社6月24日报道，美国已经告诉叙利亚叛军，他们不应该期望美国给予军事支持来帮助其抵抗受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攻势。在笔者看来，这两则消息透露出美俄对叙南部德拉省的战事已经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妥协，而该地的反政府武装将成为弃子。在叙利亚军队彻底控制了大马士革市和大马士革郊区身后，叙政府军开始对仍然被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南部德拉省展开大规模行动。据叙媒报道，叙利亚政府军以及巴勒斯坦圣城旅集结了包括叙利亚第四装甲师、老虎部队、第五装甲师、第九空降师、特种兵师、共和国卫队105旅和共和国卫队106旅。再加上其他亲政府武装在内的7万人兵力，同时政府军多日来还派出多架飞机在该区上空投放传单，要求当地反政府武装放下武器或提早撤离。不过叙政府收复德拉行动除了会遭到盘踞当地的反政府武装的抵抗以外，还会受到大国因素的干扰。众所周知，美国对于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一直是关爱有加，不但提供大量物质援助，在其处于劣势之时还不惜以化武袭击为借口向叙政府大动干戈。虽然目前各路反对派武装已经节节败退，但美国估计还是不会轻易死心，叙政府在德拉的战事无疑将进一步挤压反对派的生存空间，所以美国的反应自然可想而知。由于去年七月俄罗斯、美国和约旦一致同意在德拉叛军控制区内建立冲突降级区，以缓和当地的敌对行动，所以对于德拉，美国这次是拿冲突降级区说事。美国较早前就警告巴沙尔及其俄罗斯盟友，任何破坏美俄去年达成的冲突降级区协议的做法都将产生严重影响，并誓言坚定地采取相应的措施。本来美国措辞强硬的声明让重压下的反政府武装有了点心理依靠，也让叙俄一方拿捏不定，但是现在看来，美国已经与叙俄一方达成了协议，要对自己的这批小弟上屋抽梯了。据报道，自冲突降级区成立以来就没有轰炸叙南部叛军领地的俄罗斯，在23日一夜之内至少向叛军控制区发起了25次空袭。而美国第二天不但没有任何谴责，反而甩起锅来。由华盛顿发给叙利亚自由军负责人的信函副本显示，美国政府想要表明，你们不应基于由我们提供军事干涉的假设或期望来做决定。美方的信函还告诉叛军，将由他们自己决定如何面对叙利亚政府军的攻势，而且这些决定应以他们所认为的最有利于自己及叙利亚人民的情况为基础。虽然美方还称，我们美国政府理解你们所面临的困境，所以仍在告诫俄罗斯及叙利亚政府不要采取破坏冲突降级区的军事行动，但是很明显这是在为自己的背信弃义遮羞。笔者估计，在美国决策者的眼中，目前的叙利亚局势已不能做太高的预期，除北部反对派要力保以外，其他地区能辅则辅，不能辅则要弃之，无需投入过多精力，德拉就是其中之一。同时美国也不会白白将德拉拱手相让，必然用其向叙俄交换利益，比如以色列的安全。德拉位于以色列北部，紧挨戈兰高地，而伊朗成分在叙军地面行动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以色列一直担心，如果伊朗趁势进入该地区并且在此地落脚生根，
无疑会直接威胁到以色列本土的安全。对此，俄罗斯在早前就呼吁尽快从叙利亚西南部与以色列接壤的降级区撤除所有非叙利亚军队，无疑这其中就包括了伊朗的军事力量。现在美俄能够在德拉一唱一和，应该是俄方给出了保证，让伊朗力量不参与该地区的战事。综上，随着大国之间达成一致，未来德拉的局势将逐渐明朗，而一度将美国视为救命稻草的该地反政府武装则岌岌可危。